欢迎收看《原夜挑战百分百》，有请主持人曹阳、黄哲。全球百分百新奇的游戏，全球百分百快乐的体验，全方位百分百潜能的挑战，欢迎来到《原夜挑战百分百》。哎呀，自从我们《原夜百分百》播出以后啊，是。哎呀，我们的人气啊与日俱增，最近啊有很多团体给我们打电话喊我们俩加入啊。哇，真的吗？还有一个叫东东东、东方不败，叫东方神起、很红嘛，很红是不是、但是啊我推掉了，不去啊。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不吃韩国泡菜，太辣了。对，哎，最近啊还有一个团体啊，据说他还派了一位队员到江苏来找我们啊。叫183嘛，183啊。哎，那叫什么呢？叫什么？哎，明道，明道，就是他们说的明道嘛。哎呀，那么我现在马上有请明道出来，好不好？好，来，我们掌声有请明道。有请。嗨，大家好。耶。哎，那我要来帅气的跳下来。帅一点哦。哇哦。嗨，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明道。明道好。嘿嘿，高老师好。哎，刚刚啊我们有说过嘛，对不对？没想到你真的来了。哎呀，我们可不可以加入183啊？我们可以吗？哦，这个183吧，183嘛，没有问题。标准加189，183举重练。但是也不是光高就好，因为光高的话我们就去擦窗户就好了嘛。哎，对，那倒也是。不需要当歌手，也还要一些你的歌声。歌声，肢体的动作，他擅长歌声，我擅长肢体。哎，真的、真的吗？不信的话，我们来个183的当红歌曲，给你来秀一秀。我们都有准备，好不好？我们就来个《迷魂记》，好不好？不要小瞧我们哦。那告诉你哦，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舞比《迷魂记》让我更吃苦的喽。真的吗？真的吗？我练了700遍才把它记起来。我们只练了7天嘛。我们也很吃苦啊，因为我们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那现在等一下，我们朝前面站开一排，一排来《迷魂记》，来一点哦，好不好？来，好 ，music。你爱我的霸气，就像狂风暴雨，命中已注定，是我太任性。你的花言巧语，让我回归心境，我的温柔已经睁开你。这样吧，就在这一栏节目里面，就暂时我们就是一个团体了。谢谢，非常谢谢，谢谢道长，谢谢您。哎，谢谢。哎，道长啊，为什么叫道长？明道裁判长嘛，简称道长啊。其实明道今天来呢，是有另外一个目的的，是就是明道拍的最新的一部新戏叫《如果可以爱》，即将在江苏的频道播出。哎，大家支持一下哦。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两位来自于我们城市争霸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夜挑战者，他们将争夺今天胜出的一个名额，如果胜出就可以拥有我们晋级者的衣服、而且他还有机会可以参加到好茶行天下品茶会成龙这样的四人聚会当中。成龙啊，还有机会哦、可以获得环球之旅。哇，好想跟明道一起环球之旅哦。对啊，不然我来当选手好了。好，你是裁判，选手更厉害嘛。那到底是哪两位选手这么运气好呢？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原夜挑战者。首先有请第一位来自于南京赛区脱颖而出的拉丁小王子刘宇浩。他拥有着无人能比的小马达，朝他的小蛮腰。哇哦，上！其长相酷似王宝强的武林高手王明昌。哎呀，厉害，真的是位武林高手啊。哎呀，下，好，厉害，好，哎呦，好，哎呀，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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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欢迎两位。哇，两位都是身手矫健、而且都是武林高手。没错，但是我们今天比赛也不能就这两位单单硬比啊，对吗？干比太干了吧。所以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几位高手中的高高手，让我们有请出原夜棒棒团。有请。
首先欢迎拉丁小王子刘宇光的棒棒团、偶像天团566队长孙贤志。接下来请上的是清新亮丽的舞蹈老师唐静，有请。好漂亮啊！最后登场的是跆拳道运动员战立国，太厉害了。好，谢谢。接下来有请武术高手王明超的棒棒团，首先有请偶像军团566的成员许梦哲。这样也来比游戏啊？太坚持了！太坚持了！没有了，他看得到，他看得到了，故意的。太坚持了！你在干什么？没有，他们讲说要绑这个头巾啊，让人家知道你是哪一队的。好了好了，不小心滑下来了，对不对？他看得到了，故意的。再看看他们还有哪些帮忙团的选手。2007年绝对唱响全国总冠军周晓晓，冠军来喽！好，欢迎小小。接下来有请古灵精怪的搞怪之王释阳。哎呦，释阳今天敢从上面蹦下来了吗？哎呦，好好好，哎，看来两队实力都非常的坚强。对呀，是，麻烦你们收个腹。这个宇光这样子，我实在不太那么相信他拉丁舞教练的身份，对，似乎跟我们明超先生是没有办法比较。你现在不要受到他们影响。要秀出来给他们看，有本事让他们跟着你做。如果他们做不到，可不可以？对对对，接下来我教大家一个动作，大家来做做看啊，看你们能不能做出来。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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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他学一学啊。六七八，头胸肚子胯小屁股，眼神头胸肚子胯小屁股，眼神头胸。肚子胯小屁股眼，好了，哎呀，头胸位回位，肚子胯小哎小够了够了，屁股眼神可以可以，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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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的那都是旧款了，现在流行的是花蝴蝶，我喜欢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哇！再鼓励一下。所以他的那个就是一盘毛豆，根本和我这个鲍鱼算不上什么 ，PK 不了。那鲍鱼，你说一个鹌鹑蛋怎么能和那个花岗岩 PK 呢？滑稽吧，滑稽吧。刘宇光，你知道，今天诗阳就交给你了。我们今天是来比赛的，并不是来辩论的。没错，好，好不好？我们现在这边就是我们的原野绿茶队，绿茶队。这边是我们的原野红茶队。好，裁判要问一下，今天我们要比几轮的游戏？哦，是这样子的，今天我特别设计了一下，我们比四轮。哦，四轮，第一轮100分，100分；第二轮100分，100分；第三轮100分，100分；第四轮300分。哎哎，裁判，前三轮各100分，最后一轮300分。那我前面不比了，我最后就来最后一轮不就行了吗？对嘛？最后不一定赢啊。对啊，可能前面赢了三关以后，对对对，最后那一关输了。就没有，哎呀，不愧是我们的裁判了，没错，设定的规则都这么有悬念，对，好吧，那现在就来上我们一个第一个关卡，第一个关卡，神奇的高科技道具，请上道具。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高科技的道具，对，非常高科技，它确实很高了。但科技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蛮舒服的嘛。现在两位以最舒服的姿势，靠在躺在。或者是任何的姿势在上面，希望你们观众朋友心里面一定也会有跟两位主持人一样的疑虑，你们会很难忘。我们用事实证明，我们的疯狂栅栏都起来了。不需要这么卖命吧？哇塞！你怎么呈现烤乳猪的姿势呀？黄哲感觉怎么样？我不是想卖命啊，我说不敢放手，不敢放手。可是他很快呀、啊，我觉得他应该放手。但是我一直没有下去哦。其实我们这个道具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科技，而且是最新最新的一种道具，一种玩游戏的形式。全世界也只有原野挑战100%才有。没错、啊，所以这么有难度的道具哦，一会儿要交给我们几位队员你们来尝试了。对，怎么玩呢？请看一下我们的规则。疯狂跨栏游戏规则。每队四名成员依次从起点出发，通过上下浮动的栏杆后，将四名队员所用的时间相加，就是全队总成绩。用时短的队伍获胜。王明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Ready Go， 来啦！哎呀，有情况，现在已经跨不上。
上去，跨过第一道，跨不上去，危险！你不要等，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起来，用轻功，历年不是白学的。像我这样爬过去，要爬过去。你是在学我啊？不能从下面。好，厉害，小心，小心。快进快进快加油进！因为是不规则的，所以就很难抓得到那个频率啊。哎，我觉得他算快的嘞，试试。好，过半了，过半了。Oh my god！ 哦哦哦！快点快点，平常加油，时间已经经过非常久了，时间已经经过非常久了，尽量加快你的速度。哦，快最后一个，厉害！场的是许梦哲 ，Go！ 许梦哲加油！好，好，好！许梦哲才来擅长用左腿嘛？哎呀，小心，小心，小心！果然是身手矫健的胖子。大家为许梦哲，许梦哲，你是洪金宝的接班人。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了，加油！快，快，加油，加油，加油！梦哲，加油，梦哲，加。来，徐梦哲，你好灵活。徐梦哲，来，下一位施阳，快了，快了，你是个勇士，你是勇士，快快快，加油，快快快，施阳加油，施阳加油，你刚刚在前面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援助援助原野挑战者，非常刺激。他是连滚带爬的过去，你看，你看，哎呦，哇塞，厉害，施阳有空中动作，施阳你可以的，你那么轻盈，上，哦哦，想不到，施阳刚刚好像耽误时间，但其实他过关速度非常快。好了，最后一位女将小小。加油，唯一的女生，小小加油！过，千万不要被抖下去了，很危险的。我在这边看着都头，小心头，小心头，当心哦，当心哦！来，全场观众跟我一起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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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Oh my god！ 小小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翻滚，哎，鞋掉了，鞋掉了，鞋。不鞋怎么也会掉、啊？不重要，不要了，不要了。另外一只也脱 了，鞋脱了吧？另外一只也脱了。加油，加油！剩一半了，剩一半了。加油，你行的，太好了，漂亮。剩下最后几根了，剩下最后几根了。加油，加油！快了，快了，过半了。过半了。还是最后两个，升起来都比他的人高嘞。哇！加油！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真是一身冷汗啊！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刚刚的女生选手一个热烈的掌声，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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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的。好，那我们刚刚的成绩是多少呢？全队的成绩是3分41秒，掌声鼓励！哇，蛮快的，3分41秒很快啊，好有压力哦，加油，要有信心，好不好？一二三，加！好了，刘宇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来，队员们一起加加油，好不好？加油，宇光！耶耶耶耶！好，来，请就位 ，Ready Go！ 走走走走，上上上，注意啊，注意他的速度。哇，第一个过不去，过不去啊！哇，第一个又过不去，怎么了？第一个很凶猛哦，太过分了，第一个。哎，上，他犹如一匹野兽一般，你要驯服他。第一个过，从下面，从下面，好，小心过。哎哎哎！哇！当心当心哦！小心小心！加油，宇光！千万要小心！加油加油！千万不要被宇光其实非常认真，他在来这之前，为了这些游戏训练的同时都已经受伤了，现在他还是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加油！而且，你看他的胆子，完全没有让他喘息的机会。现在已经到一半了，剩下几个了？三个，宇光加油！还有最后两个，快，快！快！好，加油加油加油！伴
随着我们挑战者到达了终点，我们的下一位队员孙协志来了。好，协志很轻盈的就翻了过去，协志跟道具已经融为一体了，看来他很有游戏运动细胞。 GO GO。 哇哇哇，不仅速度很快，而且动作很优美。协志加油！哇，小心啊！加油！加油！最后一关！哦，好，接下来跆拳道高手战立国来喽！哎，这么高的身高可以跳过去哦！跳跳跳！哎，再来一次！哇！哇！小心，没事吧？没事。他来了一个360度的转体。好，上上上，冲！过过，快，最后最后了，最后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不要左右倒啊，他会送着您跑来跑去的。对，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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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被撞的是人仰马翻啊！来，尽量稳住，尽量稳住。可以的，我们会赢的，我们会赢的。来，给他们加加油。过二，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时间还很多。耶！接下来唐静登场 ，Go！ 加油，唐静。我们队上唯一的女生。哦。女生要求稳哦。哇！小心，小心，不要跌下去了。可以的。哎。而且从画面上看起来，他跟这几个机器长得一模一样。协志，千万不要说别人，因为也在上面也一样。小心哦，远远看就只看到一顶黄色的安全帽走来走去的。啊，道具，道具，道具，千万不要摔下来。剩下最后三根，最后三根，两根，最后两根，慢慢来，慢慢来，剩下最后两根，你过我们就赢了，你过。哦，哎，没过，没过，没过，最后一根也是最难翻越的一根，过去了，过去了，啊，行，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快，差一点，可以的，你行的，哦，好，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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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是一个体恤选手的表现，哦，是吗？对对对，因为。就是在最后干什么干什么，要也是我们两个一组的。哎，刚刚唐静在最后一根那一边啊，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非常困难，因为他一直上去，然后又被打下来，上去又被打下来。就是你不小心看的话，你会以为就是导播在重播，对啊，重播，重播。他现在最后一根一直在，哎哦哎哦，所以不得不怀疑这个机器它是有人工智慧，哎，就它就不让你那么轻松，你要过去的它就会往上。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原叶绿茶队的成绩是4分11秒。哦。那所以裁判在这边只好宣布获胜的是我们原野红茶队，恭喜，掌声鼓励，拿走100分。耶，哎，没错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队表现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们场外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游戏当中啊。我们的场外观众可以编辑我们的短信93加上留言，选择你喜欢的明星队还有你们的这个队员。哎，移动用户发送到10668001751，电信用户发送到10668001111，而且呢，我们两位幸运的观众可以获得我们的惠普笔记本电脑一台，而且是好享购提供的哦。同时还有机会可以拿到明道给你的签名照片，还有可以拿走我们5566的孙协志跟孟哲的签名照。哎呦，想不想要？没有参与多得嘛。好好好。那接下来我看这个游戏过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朝上第二个游戏前进哦。哎哎，这个是高科技的游戏，高科技的游戏。接下来这个游戏啊，是服装上面拥有高科技。哦，真的吗？我跟你讲，我们穿上这身服装，保证会让大家都认不出来。哦，哎，我们会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人，超级赛亚人。哎，究竟会变成谁呢？我们来看一下。速度很快，哈哈。
这就仿佛一个胖子一直在流失他的脂肪。你们这些在这边笑的，待会啊一下去就知道严重。穿上高科技的服装，大家怎么都变成了这样？裁判，哎，刚有说我们这件衣服很可爱，对不对？对。换上我们以后，换上这身衣服，立马变成一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认识的一个名人，你知道是谁吗？谁？米其林。喂、哎。等一下。穿上这个真的是感觉蛮难，因为很重嘛，对，而且很热，对，对不对？所以一会儿我们的几位选手们来玩这个游戏，穿这个衣服真的是相当的困难。对，对的。现在让我们来请出两队的选手。大肉包，大肉圆，真的好棒！来了，真的好棒，真的好棒！又又是是是，你也特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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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来来来，拉丁，看不出来了，好累哦。明朝，你这样子还能够功夫吗？你来一次，你来一次，功夫，穿成这样照样可以翻。来，明道鲤鱼打挺，地蹦，哇，耶，帅好厉害，哎呀，腰腹力量好棒。身为裁判，还是必须要有一点点功夫，要有体力嘛，才压得住大家，要不然大家觉得裁判好像来当假的一样。好，哎，我有挡到你吗？不是，你没有，你只是肉把我盖住。对不起啊，因为我如果到这边又把它盖住，看到没办法，这里好挤啊。好，就在这拥挤的当中，让我们来看看海绵宝宝的规则。来喽，海绵宝宝游戏规则。每位队员依次出发，身着特制海绵服，通过传送带到达蓄水池。吸满水后，翻越水池和两座矮墙，到达挤水台。挤水量最多的队伍获胜。Go， 来喽！首先登场的是566队长孙协志，一贝贝跑上来。胖子跑步。小孩的妈妈套一件衣服要5分钟，一条裤子要3分钟。现在烫一条衣服一条裤子要多久？衣服5分钟，裤子3分钟，烫一条衣服一件裤子要多久？3分钟。好，班长答对了，加油加油啊！耶，成功落水。多滚两下，吸饱水以后再站起来，快，好，快点，鞋子，你要尽快的过去，不然你的水就会漏光。感觉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来要翻越我们的阻碍物，快一点，好，你已经积了很多的水了，赶快，快点，水要漏光了，这就仿佛一个胖子一直在流失他的脂肪。好了，席志到我们这个集水台上了。席志，刚才还是身手矫捷，现在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样的感觉，但是马上抓紧时间把你身上的水尽量的挤，快点快点。席志可以用手挤大腿的水，屁股那边还有一点点，你可以躺下来嘛。可以用手挤大腿的水，还有一点点腿上面，就是那边一圈一圈的胖的那个地方。脸上也有。好，还有最后5秒钟，6 5 4 3 2 1，时间到。好，最后的这个重量是2.53千克，恭喜。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刘宇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让我们在上面看到你扭动的身躯，加油，来 ready go。 好，你跑起来我就准备念题目咯，看你能不能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跑，加油，好，你怎么像一个老太太在跑步啊？请问一下，太平洋的中间是什么？太平洋的中间不知道啊。那赶快猜，不知道不能。太平洋中间是地中海。不是，2×3是多少？6。
六到三点，六，好过关。哎，去抓绳，抓绳，加油！哎哎哎，越来越扑，越来越扑了，越来越扑了，下去了。现在你直接到蓄水池蓄水来。来，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哇，吸水。站得很重，很辛苦啊！站起来，我们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真的太辛苦了，真的，你们没有办法感受腿比身体重的感觉。雨光加油，加油，加油！在这边看的人呢、啊，都不会感觉有多重，真的，你们这些在这边笑的，待会啊一下去就知道严重了。加油，刘雨光，希望你像一个奔驰中的骏马一样。大家看到一只加油，你行的！现在在奋力的奔跑着，他要回家。这只北极熊好像洗了一个澡，接下来他要向北极的终点奔去。这只北极熊又翻越了一座冰山。刘雨光，你行的！过去之后想尽办法去爬到终点。冰山当中，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终于到了这个，站起来！你太温柔了，加油啊，快一点嘛！体重一定有200公斤。好，来，开始。多挤一点，多挤一点，多挤一点，身上还有很多呢。你的头上还有。用手，用手。不行，不行。最后坚持到终点。四、三、二、一。好，让我们看一下他最后的成绩是1.43。千鹤，恭喜。来，下一位了。好，下一位登场的是跆拳道高手战立国，希望你有不俗的表现，加油 ，Ready Go。好。哇，厉害！太平洋中间是什么？平，平，答对了，前进！抓绳，抓绳，厉害！哇，完美的落水姿势。西亚，西亚，西亚，刹那间觉得自己重了100多斤，完全站不起来。你们都太瘦了，你们没有办法感受这种感觉。你看他已经累，他才跑一趟而已，跟我一样就已经累趴了。战立国，你是练过跆拳道的吗？你是高手啊！感觉战立国的肚子里面好像存了很多的水。加油！他是用肚子在蓄水的，是不是？你是跆拳道黑带的高手啊！快点，不要掉跆拳道的脸！勇敢的把你的脚抬起来。虽然现在你从跆拳道的黑带变成了绿带，但是你要勇敢的冲向终点。好，加油！快，已经波哥了，波哥了。就算爬也要爬到终点。战立国，胜利马上向你招手了。你是要抓的，时间站起来。太沉了，太沉了，胜利会输给你的。太沉了，预备备，太不可思议了。好，计到计时30秒开始。厉害，你要往前走几码？不再吐口水了，口水不断。手臂上没有看过，手臂上还有一个胖的人，一直往狭窄的地方挤吧。还有最后5秒钟，5、4、3、2、1，厉害！时间到。我看一下他最后的成绩是2.15，千鹤，恭喜！好了，现在要登场的是许梦哲先生。红茶队许梦哲，没有错。我跟你讲，我个人呢最期待他玩这一关的。为什么呢？就我想要看看那个落差大不大。他说你这个体重跟吸的水的重量是要成正比的，这太夸张。没有，你们都不晓得，以前呢、啊，他在还没有加入5566之前哦，他曾经重到120公斤，120公斤，240斤哦，对，公斤哦。那怎么减下来的？你看我现在有减下来吗？对，好了，接下来看你的了，好不好？加油，许梦哲，给许梦哲掌声鼓励一下。耶、，Ready Go！ 奔跑中的米其林，各位观众，许梦哲以前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要叫我米其林》，现在大家再叫他一声米其林，加油，米其林！米其林轮胎哦，速度很快。哎哎，摔到池里还要摆造型，你超人脚、啊、脚好滑，怎么会这样？谁要你踩这么多水啊？来，继续，再来一次。滑倒，滑倒，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哦，来哦，来了，抬杆，抬杆。哦，有了，有了，有了，好，梦哲。有一个东西，从左边看像电灯，右边看也像电灯，
但它不会亮，请问是什么东西？两边都像电灯。不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坏掉，坏掉了，电灯打嘴了，滚滚。哎哎，你算答对，算答对，直接去水池了，直接去水池，直接水池，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漂亮，漂亮，来喽！不行了，许梦哲看得出来，连脚都抬不出来，加油，我在终点等你。梦哲展现给他们看，来，厉害！梦哲以前120公斤的时候还能够 breaking 哦，梦哲还 breaking 走得起来哦。看你能不能翻越我们的障碍。我已经看到以前的梦哲了。梦哲来个 b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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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breaki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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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动作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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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不错，你还可以 breaking， 表示你还有力气啦，加油，你可以的。甩到我们来，动作舞蹈动作，不用怕。梦哲，你终于来到这里了，你是真男人。好，来来来，起哦起哦起哦，能起多少算多少。哇。好像你的腿比较多吧，左腿挤完挤右腿，好多，左挤挤呀，右挤挤，哎，他好强哦，量好大哦，头，你的头，你的头，你的头挤头挤头，对，一起跳到，来，让我看一下他们最后的成绩是1.825千克，恭喜。接下来我们这位厉害了，本身就是一位武林高手嘛，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相貌又是酷似不抛弃不放弃的许三多，希望你可以保持这样的精神，好不好？好，现场的朋友给大家加油，输送带动起来。好，等一下，请问苹果树上有20个苹果，被风吹掉了一半，果农拔了5颗，剩几颗苹果？5颗。答对了，请跳。哦，哇，漂亮！10分，太标准，太标准了。三位评委都给了满分。哎，你的武术动作呢？到哪里去了？武术啊，武术，中国。哎，这个歌配这个真是歌，就是你看，绝对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站起来用走的，不要愧对你许三多的长相，还有机会，有有有有有，不错不错，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你终于走起来了。哎，但他真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厉害，身体素质好像鱼该挤里面有水的地方没有挤啊，腿上对，腿上的水多，对对对，加油加油，袖子上水也蛮多的。对对对，身体也要挤身体。5、4、3、2、1，时间到，来，让我们看一下他最后的成绩是多少。起来了，成绩是1.26千克。接下来要登场的是释阳，有没有信心？没有。要有团队精神，是不是？是。我们这个绿茶队就全靠你了，加油你了，来。释阳加油。加油，加油了，施阳！加油，加油，加油！平常那么活泼好动，你有3次的机会。古怪精灵的搞怪之王施阳登场了。哦，出师不利。其实跑输送带也很有难度啊。不过施阳不要气馁，再来，继续加油。又掉下去了，施阳还有一次机会，要不要挑战？要，坚持下去。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小王好，他的频率好了，3次失败，直接入水，直接入水。来看你的入水姿势美不美了？加油了！平常非常活泼的施阳，进完水之后啊，他只用一只脚，他只用一只脚，这个是策略，策略。不行不行，这种策略太逊了，你只要全身下去。他用一只手，他以速度来换取水量，不行！快快快快快！还有施阳。你穿上这个这么重的衣服，30秒开始，你的身子还是那么轻呀！哎哎哎，往这边挤呀、啊！倒计时30秒开始。哎，他运用的策略很好，他像洗衣机里面的甩干机一样。
有本事劈叉子几下，石羊有本事穿这个衣服召唤蝴蝶。哎呦，厉害厉害！他是个灵活的胖子。啊，你就在那边这样休息吧。还有最后五秒，5、4、3、2、1，时间到，让我们看一下他最后的成绩是多少呢？0.79千克。经过选手们的奋力拼杀之后，绿茶队最终集水量6.11千克，红茶队最终集水量3.875千克。Yeah！ 再热烈的鼓掌！掌声鼓励！ Yeah！ 所以这一关的比赛是原野绿茶队获胜， yeah！ 恭喜！好，现在的比数呢，就是100分，是比上的100分。来，好，马上让我们进入下一轮的游戏，它是什么呢？勇往直前。是什么游戏让选手如此疯狂？不许拉裤子，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勇往直前游戏规则。每队各派一名队员同时游戏，在圆台上旋转30秒后，先翻跟头通过独木桥，再用身体压迫3个气球，最后利用软梯爬上高台，第一个敲锣的人获胜。耶！哇！勇往直前。所以规则刚刚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但是考量到啊，就是我们现在对手刚刚跑完海绵宝宝，体力已经有些不济，是，所以这次啊，裁判就觉得啊，那这样好了，我们就玩3战2胜制。哦，就看每队自己来排兵布阵。对，自己来排兵布阵。学志你好，孟哲你好，因为啊，我们也不希望你们真的到时候转晕了以后做任何的受伤，我们希望让你转晕的还是清醒一点。我在这边帮你准备了一些东西啊，哎呦。好不好？爱死冰块！哎，怎么样？我们都是师出同门。说实话，裁判你好残忍哦。好，现在裁判要宣布比赛开始。等一下。啊，让我先深呼吸一下。可以让我们心理准备一下吗 ？OK 啊，你们可以深呼吸，来。不傻。勇往直前，预备备，开始。好，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孙协志跟徐梦哲为您带来的二人转表演，两位一看就是二人转的新手，肢体动作极不协调。冲！来了，来了，来了，冲！你错了，你错了！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不能够这样子哎。腰两个冰块起来。好，非常不错，不错，就不能夸嘛。好，现在孙协志开始压气球了。我行，我行。压爆气球，压爆气球。为了增强难度，上面还有洗手液。你们不会应该都挤不爆吧？好，孙协志就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哦，鞋子要破一颗，鞋子要破一颗。好，稳住，稳住。呀呀呀！对，孟哲用肚子，用肚子。好。哎，鞋子，鞋子还剩一个。你有你的东西吗？孟哲找到经验了。好，哎，兄弟两个不能相互残杀嘛。好，鞋子。哎，孟哲紧随其后。拉他的大腿，爬上去，加油！可以讲话，加油！我们看着此时此刻看到了两个队员之间的感情，孙协志和孟哲的肩膀都上去了。孟哲一直在握着手，孙协志没有掉下来，孟哲快把他拽下来。耶！哎呦，不是孟哲。我们看到孟哲没有放弃，敲锣敲锣，鞋子要敲锣，必须用鼓棒敲锣才算，鼓棒在上面，敲锣在背后，机器在背后，来来吧。本轮获胜孙协志，协志刚刚在最后爬梯的时候，当你快要爬上来的时候被自己的队友拽下去，此时的感觉怎么样？对，太残忍了，因为你要知道我自己不是很重，我加的重，他又拉住我的脚，
等于是我要再多承受160斤的重量。你评评理，你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话说？不是因为你平常在那边看起来就很好爬，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我们鞋子获胜，恭喜鞋子，下一队又帅啊！好，现在我们两位刘宇光跟黄明超 ，OK， 宿命的对决。两位已经坐在上面了，加油加油！你们有30秒的时间，30秒足够让你们头晕目眩了。钻啊钻啊！两位五彩霓虹手之间的对决，太勇敢了，他还把眼睛张开，快要飞出去了。4、3、2，有一位有了有了有了，快快快！好朋友 ，OK OK OK， 对，现场的朋友们，漂亮，有学到，有上传了，快快快快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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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啊，功夫高手也抵不过命运的转盘。没错，漂亮！气球，气球，三个气球。哎呀，宣言，宣言！哇，不要让轻毁掉！压压压迫！有经验，有经验！李光压迫一个，漂亮！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只青蛙和一只蚂蚱之间的对决。没错，青蛙是厉害还是蚂蚱厉害？又来一个，另外一个完全没辙，怎么这么刚好？不要这样子，快点！海势均力敌，势均力敌。哦，加油！漂亮，漂亮，快快快！加油！明超，快点！明超完全靠他上肢的力量，气球都变形了。一声惨叫是怎么回事？你光叫是不，光叫是不行的，运用你的肚子，你的肚子要释放，你的肚子是你先天的优势。好，走走，你去吧。尖叫什么啊你？现场听了很多很凄惨的叫声，是来自于谁？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快点，后踢，后踢。让他下去，踢他，踢他，踢他，后踢，后踢。你要爬，爬。你现在像一位冲浪运动员，你知道吗？你像在海上冲浪，敲锣，敲锣啦！快，用你的手敲锣就算。耶！恭喜王明超获胜。啊，厉害了，厉害了！哎，三角手可以下来了，真的。摔跤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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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这一次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轰插队获胜，恭喜 ！OK， 现在到了我们勇往直前关键的一棒，到底谁可以拿到这一关的100分呢？这一个关卡的决胜局，因为刚刚红绿茶已经各得一分，对，第三关就要决胜，所以战立国，我们这一队绿茶就对，就全靠你了。思阳紧紧勾住了战立国的手，好啊！第三棒，预备备，开始！哦，石阳，我相信你会赢的。想叫就叫出来吧。让你们感受一下，减少你自己的感受一下衣服的心情。我不能看，我不能看，太晕了。声音。5、4、3、2、1，来！两个人不要相互依靠，快把时间向前冲，往前滚，往前滚。绿茶、红茶往前，绿茶、红茶往前。直接翻到水里，哎呀！哇哇，滚到，加油！滚到两边最痛苦。是啊，加油！因为两边的距离要最窄了。哎，不要像水球，不像大气象啊！你赶快过关，不要强行。又不是拍 MTV， 不用展现情侣泼水的。战力过好，还被人寻找。哈哈哈哈哈！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样，这样！赶快压迫，赶快压迫！哎，再压一颗，再压一颗，快快快！都平，两个人各压一颗，快点！啊，快快快！有力施压！现在战立国已经在爬梯了，战立国快点抢脚，抢脚，快上去脚，把他拉下来，把他拉下来，是啊，拍他的屁股，不许拉裤子，不许拉裤子，
现在战力国的衣服已经变成一件连体衣。战力国背负着两个人的重量在往上爬，他背负着两个人的重量，他太不容易了。他依然可以往上。敲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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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敲这里锣呀！我跟思阳是我们压气球的榜样，他不用身体，也不用那一些任何奇怪的招式，简单咏春的招式就是膝盖一夹，蹦。还有就是他的脚真的好臭。但是刚刚最后第三战啊，是战力国获胜啊，也就是我们的绿茶队获胜，所以这一关的100分由绿茶队获得，掌声鼓励。200分比100分暂时领先。对，没错。好，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最厉害的一个关卡。刚刚前面的100分、100分、100分都没什么，最后一关有300分，是什么样的关卡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传闻中最难的关卡即将来临，选手为何显得格外轻松？我爱惜的皮肤好好。小心哦，不要滑倒了。哎，我刚刚你怎么没有这样扶啊？明道为何又对唐静大献殷勤呢？人体保龄球游戏规则：每队四名成员依次冲撞保龄球瓶，以撞倒保龄球瓶的数量为个人成绩，四人成绩相加之后，总数最高的队伍获胜。哇，太刺激了，太刺激了，真的。我们现在呢，这个人体保龄球啊，基本上就是从那边跑过来，然后把保龄球杆撞倒以后，撞倒多少就算赢。好不好？只能用头，不能用手啊！如果有人出飞碟球怎么办？啊，飞碟球出来，整个人是这样子旋转过去。OK， 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如果有人可以办到这么花式，我个人给他奖金。好，那我来挑战一下。好，最后一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第一位选手汪明超已经就定位。哇，好了啦，你是来比赛的啦，你来演鳄鱼的啦。冲之前要先让自己身体湿润一下，好不好？以球来达到更快的速度。来了，好，这只鳄鱼在缓慢的试水，来，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加油！明超加油！帅！小心不要破坏现场。刚刚呢，我们那个导演他们报了比数啊，明超95只。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原野绿茶队的跆拳道高手战力国来了。武道，武道，哇，漂亮！好了吗 ？Ready Go！加油加油！加油！加力国漂亮！在我们的第一棒很厉害，都是强棒对强棒，1比1平手。让我们看看下一棒。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洗澡心情好很好。跑不掉。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再出发。Ready, go。咦，加油！你是我们的王牌。哎呀！准备好了吗？来吧，好了，准备好了。来，这一轮队长孙协志上了现场的朋友们，给他加油 ！Ready Go！ 看看孙协志可以撞多少个保龄球呢？冲爆！冲爆！冲爆！
实还蛮喜欢游泳的，是不是，孟哲？还蛮喜欢的，因为这个游泳是运动伤害最小的一点。好，来展示一下自由泳。可爱哦，好可爱哦，自由来，好，狗刨式，几乎是海狗。蝶式，蝶式，蝶式，蝶式。徐梦哲，蝶式，徐梦哲，海狗式，海狗式，好，蝶式，蝶式，蝶式，徐梦哲，海狗。哇，厉害厉害，蝶式有了，好，蝶式。孟哲是一个名字吗？是一位明星吗？之前热身运动嘛，好，准备好了吗？未来一条毛巾。哦，我的毛巾。哦，你要擦脸是不是？不是，我要擦脚。哇，当我毛巾擦脚啊？把脚底擦干，速度才跑得出来。哦，防滑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也不能。哎，我还能擦脸啊？擦过脚了。好，准备好了吗？好 ，Ready Go。让我们欢迎台湾重炮舞王重炮许梦哲。谢谢。下一棒，我看压力很大了，让我们看看下一棒是谁。好，现在登场的是位女将唐静，掌声鼓励。Ready, go！ 加油，唐静加油！哎，怎么一根？一根没关系，你可以撸过去，撸过去。马毛虫一根，马毛虫一根，对，滚啊！好，推倒一根。哎呦！骨牌效应，骨牌效应。来来来，唐静，请起来，请起来，来小心哦，不要滑倒了。来，哎，我刚刚你怎么没有这样扶啊？啊，我刚刚滑完，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扶？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看看你的脸跟他的脸有什么差？对啊，也是啊。胜利就在前方，准备好了 ，Ready Go， 加油，小小。加油，小小，两分就好了。小小到了，看小小他的。我们全靠你了。我们全靠你了。还不错啊。厉害，厉害的。可遇不可求的，最高境界啊！最高最高境界。而且呢，如果你照这么看的话，你应该是会撞到这两根。对，可是完全没撞到。你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杀人不见血，进入了身体的主要部位，但是没有流血，没有撞到任何一根。不是厉害，对，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神奇。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是应该再给小小一次机会，还是要再一次啊？我争取倒前面两排，好吧？倒前面两排，三根是吧？好，那小小，请你回去准备，再来一次，准备好。Ready, go！ 加油！两根，两根，两根，我们这次肯定能撞到。哦！现在呢，这个红茶队的部分已经是完全结束了。红茶队完全结束，288根，绿茶队是196根。其实啊，余光。就是今天经过整个很激烈的拼斗，现在两队的成绩就是差了92根。我跟你讲，现在全队就靠你一个。我知道。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了，最后登场的是我们的拉丁小王子刘宇光，准备好了没有？当然准备好了。众望在身的刘宇光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他会成为第一个成功晋级决赛的原野挑战者吗？答案马上揭晓。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准备好了吗？嗓子好了吗？嗓子准备好了，希望可以听到你尖叫，尖叫，尖叫声，好不好？用你的声波打倒一切 ，Ready Go！ 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棒是不是能够打成平手，挑战92分。尖叫有了。余光紧紧，哇，小心哦！哎呀，余光。不过他已经运用了自己全力了，对，他已经用他最大的全力有尖叫了。哎、同时，你也打破了一个新的记录，对你在从这边奔跑这边，同时现场所有100个人的耳膜被你震破了。
厉害了，经过了大概接近十个小时的拼斗啊，十个小时的拼斗，即将宣布成绩啦。现在很明显是我们红茶队以400分赢了我们绿茶队的200分，恭喜红茶队，也就是红茶队的帮帮团们帮助了王明超顺利的晋级。好，明超请回来，中间请，中间来，中间来，请容许本人恭喜你穿上战袍，你只要把手伸出来就好了。再次要告诉你，你这件战袍可是成龙穿过的，太棒了！好，他将有机会进入到我们决赛当中啊，也可以有机会来赢取到跟成龙零距离的接触。好，加油，继续加油，王明超！耶！当然呢，我们电视机前呢，以观众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来，你可以发送短信922参加线下游戏闯关达人，移动联通用户发送到10668001751，电信用户发送到10668001111，同时呢有两名幸运的观众可以获得我由好想购提供的惠普笔记本电脑一台。是的，同时呢我们江苏卫视的金牌栏目绝对唱响名师高徒即将火热播出，也希望大家要继续的关注。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来欣赏一下他标志性的武术动作，成功了！能不能滑倒？滑倒！滑倒！滑倒上！滑倒上！太危险了吧！太危险了！